嫁给兵哥哥的爱情后来怎么样了？鸽子汤炖上了吗？炖了一个多小时了，马上就好。做个红烧肉冻干笋，生姜搞里头，母猪肉搞里头，锅炉肉搞里头。这肉是不是太肥了呀？现在的锅炉母猪伙食都太好了，所以它就肥。老家的花椒搞里头，来点红烧汁，颜色一下子上来了。让公猪母猪喝点酒，来点忘情水冻起来，来两片草，来个卤肉包。听话啊，冻你一个小时再说。是不是肉炖差不多了，把这干笋放进去吧？嗯，可以放了，这干笋真好。是挺好的哈。嗯，这红烧肉真香啊。是香，干笋搞里头，红烧肉炖干笋特好吃，红烧肉冻竹笋出锅，太香了，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炖这么烂活，可惜我爸吃不了，让我妈多吃点。咱妈也挺辛苦，让咱妈多吃点。红烧肉好了，妈妈吃饭吧啊。咱爸就喝鸽子汤吧，鸽子汤对伤口愈合好。爸，你就喝鸽子汤吧，把这碗都喝了啊。妈，我跟你说吧。妈，来吃个肉。今天晚上，爸，我给你夹个肥的吃吧，肥的你吃应该没事儿，肥的吃应该没事儿。那你天天都吃呀。你今天晚上，爸，我给你夹个肥的吃吧，肥的你吃应该没事儿。那你天天都吃呀。嗯，好吃，你也吃一块。我吃块瘦的，我不敢吃肥的，肥的长肉。所有的付出真好吃。我来个大的。好吃吗？好吃。